Hello， 大家好，又来对讲录，来打开来看看，这次要对的是什么呢？哦，这次要对的是大乐透啦，来看看大乐透的级别是111000044，开奖日期111年10月29号的大乐透，一共买了2注，花了新台币100元，希望可以中大奖啦。好，马上开始来对讲吧。来看一下大乐透的级别日期都正确。好，来对第一注，第一个号码08。没有，第二个号码09还是没有，第三个号码110又没有，第四个号码21还是没有，第五号25哦，终于中一个了，这有25，第二号码46没有，然后特别号45也没有，哇，第一注乌龟，来看第二注吧，第一个号码08没有，第一个号码12哦12有，这有12不错，第三个号码15没有，第四号码20没有，第五号码44有哎，这有44，来第六号码47。哇，有48没47啊，然后特别号45这边也没有，所以哇，两个号码而已，乌龟了，哇，好可惜啊！如果把这个25拿下来的话，就中三个号码了。我分开中，这个电脑快选的，对不对？跳开了。如果这个25、25、12、144，如果合在一起就中奖了。如果分开就多说了，这张乌龟了。所以没错，这次的大乐透一共买了2注，花了新台币100元。然后通通做公益啦，所以就是做了100块的公益咯，谢谢大家观赏，再见咯，拜拜。